小熊维尼的衣服，这要多欠打，什么都欠打，啊！我小熊维尼的衣服，会哦。为什么这放的感觉都很好？好像跟这边放一下，这边放一下，对。像跟去年的一样的。刚刚就是而已。刚刚又有笑脸。没有。有啊，我有看到。哎，这个。一点点放。好辛苦。这是他。你管他，开心就好。这比较高吗？没有啊，那我比较高。做些头饰，哇，这个很棒。哇，你看这一半一半一半中间还不一样，这个有点不太一样。这个形状。这样圆的，它那个方向。这个很像有，没有是肉桂卷。小陈，你要吃的？要什么？贡丸。我们站得太后面，这是什么树？果树吗？快结束了哦。没有，要放十几分钟。那么久？怎么放？这个很大。比我们那个试营看的烟火好，所以午休。方向是要往哪里？拿什么东西？想错，还想说是往这个方向，应该往这个方向。
最大颗的，下面是你。有那么长了，这个相机在长得奇怪，要下来的吗？那我那拍小的是你拍不到了，没有很好，这烟火很好。这种一次打一发，不会多花钱，比较贵啊，99一发。可是如果要比较下面，下面的人就放不到。你看我拍起来都是云，云那么多。哇，大颗一颗。很漂亮。因为鱼人嘛，他在鱼人法我那边放，所以应该离的距离比较多，所以要去鱼人码头看。没有大结果是过去，哇哇，这个有那个一圈一圈那种感觉，对，又这个又不太一样，真的很。越放越大了，都看不到形状。哇，很大，很大。有写字吗？
个是有不新的。这个是里面是新，这里面是一颗什么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现在没了。闪闪闪。多层，慢慢上两层，两层那个，没有了。